王的女人有多少，偏偏她是痴情种。李大人是知音，我真的期待有那一天，你跳舞，我吹玉笛伴奏。唐明皇如何对杨贵妃痴情相对？大师父，你是皇上吗？什么？你是当今陛下吗？黄秋生最深情力作。不要走，老天爷，惩罚我吧！老天爷是不会惩罚有情人的。7月4日晚上10点，中天娱乐台《杨贵妃秘史》。